我觉得曾志远已经察觉到我们的扰民单的事了，就算没有察觉，也起了疑心。这个我知道，你这两天就先忙工厂的事吧，我这边会盯紧的。好，我们先等风声过了，不行，我们就来硬的。 那就按赵队的意见，收网时间定在今晚。抓到曾景元以后，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打开突破口，获得纳科恩制毒窝点的位置。是的，不能再拖了。市局调派的人手今天下午就会到位，本山按计划行事。 不愿冒无谓的风险，你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说服他，否则他不会念及徐老先生的情愿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许小姐说想出去走走，但是我担心咱们总是进进出出的太危险了，过几天再出发。嗯，正好问许小姐晚餐想吃什么，我好让人准备。 森哥，晚餐想吃什么呢？啊，随便，吃什么你定。好。